见大王，臣妾有罪，求大王赐罪，千万不要殃及无辜。臣妾为师，求见大王，臣妾有罪，求大王赐罪。求大王千万不要殃及无辜。魏夫人，夫人还是请回吧，大王不会见你的。既然大王不肯见我，求大监待我呈上这封血书。夫人为何要为难老奴啊？大王从来不把这种割破手指撒点血的东西当作诚意。既然大王不肯见臣妾，又不肯看我的血书，那我只好跪死在这儿了。那请魏夫人自便吧。阿紫，公子华，八子请留步，迎华有话要说。母亲大错已铸，覆水难收，更曾屡屡为难八子，望八子宽厚慈悲，不要与他计较。大王若不计较，芈月自然不会计较。谢夫人宽厚慈悲，迎华来日定投之以桃，报之以礼。凭这么几句话就想为魏夫人开脱，也太便利了吧。魏夫人与公子华虽然是母子，但真的很不一样，还是应当母是母，子是子。樊长史病了？是。樊长史说出当年摔下台阶的事情之后，回去就病了。老奴就这事还审问了魏长史，他把事情都担下来了。他说那日看见王后在责罚国美人，于是伺机作乱，叫旁人绊倒了樊长史，想给大王火上浇油。记得当初老奴想查清此事，但因为永县令景离遮掩，因此一直没有查出个所以然。你曾告诉我，那芈月推测樊长史不是自己跌倒的，可后来见你查不出结果，寡人还想那丫头虽然聪明，但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谁知竟有这峰回路转呀。樊长史这个人胆子最小，是心病，他知情不报是过，
但眼下又帮着寡人查清旧案，是功，算他功过相抵。派个好御医去给他看看吧。是。大王，永相令派人来报，说魏长史刚刚在报室里咬舌自尽了。怎么没将他看住呢？一个人一心要死，是看不住的。出去吧。是。可惜啊，他是寡人宫里最懂得腌制干果的嫔妃，以后再也吃不到他腌制的蜜杏了。魏夫人还跪在殿外吗？是，已经整整一日了。公子华也来了。华儿也来了？就跪在大殿外，到此刻也已经有两个时辰了。算了，让他们起来吧。去告诉魏夫人，让她回去好好闭门思过，痛改前非，不然寡人再不让华儿与他相见。是。大王有旨，令魏夫人好生回宫，潜心反省，以观后效。母亲，我们回宫吧。父王准我们回宫了。不要父，我自己能走。水吧，你是谁？奴婢是曾服侍魏长史的彩嫔。我没见过你。我只是他身边的粗使丫头。你到我这儿来干嘛呀？魏长史在内府咬舌自尽，永相令让奴婢来披香殿服侍魏夫人。说他咬舌自尽了。母亲，母亲，我妹妹死了，我妹妹死了。还有再犯前日以酷刑死在内府。夫人保重身体。他们都是因我而死的。母亲，这是何苦啊？请母亲莫要再伤心，身体要紧。母亲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华儿，是母亲无能，让你也跟着受委屈了。正因为母亲行事荒唐，才落得眼下这个地步。
亲求你怎么一个情人了？孩儿只要母亲平安，华儿便无怨无悔，请母亲切不可再以身试险。母亲怎么做并非为了自己。我知道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儿打算，但从今以后，请母亲不必为孩儿苦心周全，该由孩儿来庇护母亲了。你庇护母亲？请母亲放心，母亲便是孩儿的天，孩儿会把母亲的一切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。王后宫里的红枣汤甜而不腻，怎会这样适口？王后一定要交给妹妹。我还真教不得你，这红枣汤是芈月带来的，你问她吧。芈月妹妹怎么做的？东西都是寻常的，法子却是魁姑的。把那红枣红豆用清水洗净，浸泡一个时辰，然后清水煮沸，加入去壳留肉的桂圆，再大火煮沸，文火再炖半个时辰。这红枣汤有安神补血、健脾养胃的神效，女子冬日喝它是最滋补的。妹妹，你吓死我了，这不比煎药还难呀？这可比药好喝多了。妹妹如今常在成名殿走动，定是大王也喜欢上了妹妹的红枣汤。大王爱不爱红枣汤我不知道，但是王后却是真心喜欢。你们也是幸亏有我才有这口福，还不是看在我的份上，要不你们怎么知道这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东西？哦，对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大王好像已经宽恕魏夫人了。樊长史虽说没有受到大的牵连，但被吓破了胆子，如今依旧病得不轻。因为魏夫人并没有丢失同福节，他的侍女彩凡虽经内府严刑，却不肯吐口，死在内府。加之大王素来疼爱公子华，若拿不到确凿的证据，大王不会处罚他的。但他在宫中再想害人，却是不能了。我听说魏夫人已经向大王提出要抚养魏长史的儿子公子壮，他现在大约只能打大王骨肉的主意了。不行。绝不能让魏夫人领养魏长史的孩儿，不然这三五年后宫里又多了个与我们心意不通之人。那姐姐打算怎么办？公子壮年幼丧母，孤独可怜，我是母后，照料大王的孩儿义不容辞。我会向大王提议，由我亲自抚养公子壮。不过魏夫人的儿子公子华一向被大王看中，谁知哪一日那魏夫人会不会余烬复燃。王后的当儿是嫡子，王后不如向大王提出早日立他为太子。当儿是嫡子，但立太子一事若过着急，反而会令得大王反感。依我看，最好等当儿长到三五岁，性情初定，再找个机会和大王提更好。难道芈八子的意思是眼下公子荡还看不出有当太子的资质？不然为何要等？你可知欲擒故纵这四个字，凡事欲速则不达。好了，你们不要争了，今日只是姐妹相聚，何苦为了不相干的事情闹得不高兴。人之初性本善，敢问阁下，可有见蝼蚁溺水而止之乎？此乃人之本性也。所以，我们儒家论人性，以善导之，自可罢兵止战，天下太平。好啊，儒家说的。王公子觉得这里怎么样？热闹吧？敢问阁下，可有见幼童喜折花催叶？我看到一个熟人，博识霸物否？请自便。此乃人性本恶也，唯我法家倡导，以法相术。知其恶，治其恶，天下方能严整有序，令行禁止。此话差矣，
雍大人才能治天下。张子，民为贵。有些时日未来，这里比之前更热闹。是叽叽喳喳的，像个大集市。你那套仁政的说法，你来都来了，凑个热闹。下一注，咱们赌一下，看谁家会赢。好啊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能空手而归啊。好，你们道德家的学说好是好，但是不如我们兵家的实用。人可以贫贱，但不可以受辱；可以富有，但不可以糜烂。黄公子，国民不必好战。哦，但必有血。那是我新来的一个门客，公子倩。见义不为，他来自楚国，满腹经纶，只是执意不肯入朝为大王效力，所以眼下是暂时屈居在我的府中。公子倩，你们兵家的学说虽然实用，却过于功利了。怎么，张子与他相识？啊，哎，眼花了。跟张仪之前的一个故人很相似罢了。哦，看差了。一天到晚只会空谈清静无为，见于事于人有何用处？一派胡言！我们道德家的道法自然，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，看似无所作为，实则无所不为。说得好，好，兵家好，法家好，兵家好，法家好，道家好，道德家好。儒家好啊！道德家好，儒家好，道德家好，兵家好，儒家好，法家好。公子，今日辩论明明是我们儒家获胜，你为何不投我们的注啊？鄙人并非不赞成儒家的克己复礼，只是诸侯相争，天下大乱，克己复礼难以实行。可就算你不赞成我们的学说，也别投法家呀。这法家治国简直是一派胡言，照他说的做，那君王们都独视独听独断，那岂不是一言正而天下定，一言倚而天下靡吗？想要富国强兵，就要依法治国，讲究诚信，法不于众，使万民知所必究，能够以法自戒，也能够监督官吏公开断案，防止罪犯法外求情。法家以为民之性饥而求食，劳而求逸，苦而所乐，辱则求荣，此民之情也。若能利用百姓趋利避害之心态，惩恶扬善，也没有什么不好。诧异，法家哪里是惩恶扬善，他们是让百姓不堪重负，苦不堪言。他们不是说民弱国强，国强民弱吗？他们要的是强抑国君而弱天下之百姓。先生，这是断章取义。法家提倡不别亲疏，不疏贵贱，一断于法，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，法不阿贵，绳不绕曲，王公大臣犯法与庶民同罪。月儿，公子所言甚是。月儿，哎，公子，公子借一步说话。来来来，公子坐。领教了。张子，你快放开我！你这是做什么？黄公子死而复生，恍如隔世啊！我在里面见到月儿了。见到谁？我见到月儿了。芈月，芈月，芈月已经被秦王封为八子，他怎么可能出现在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呢？不可能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就是月儿。哎，你听我说。酒杯重逢，你要是不嫌弃，陪我饮两杯。张子，怎么来日方长？公子歇。我有要事跟你谈，事关你和芈月的生死。走。哎，来来，这儿。来来来，小二，点酒。哎，来了。公子，我如今该叫你公子倩呢，还是叫你公子歇？公子倩吧。公子倩，公子倩，不好听啊，总是欠着别人的，做人多辛苦啊。那就随长子怎么叫吧。好，公子歇。公子歇大难未死，非常人之幸运。为什么把名字改了？张子心知肚明，就不要跟我兜圈子了。
你也不要再跟我兜圈子了。老朋友到咸阳绝非一日两日了吧？如今的秦宫之中已经没有当初受人欺凌的楚国公主了，只有深受秦王宠爱的芈八子。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，你黄歇还想做什么？我不相信鱼儿是个贪恋富贵之人，芈月变成芈八子定有她的不得已。你说的对，他曾经想离开秦国到齐国去，据说是你们的约定，后来留下来也是为了要给你报仇。无论做什么他都豁出性命飞蛾扑灯，只为了坠崖而亡的黄歇。如今秦王做主，劫持王后车队的主使，死的死，跑的跑，罚的罚，尘埃落定，你突然死而复生回来，你让他如何面对，让众人情何以堪呢？张子，这是我和月儿之间的事情，与他人无关。与他人无关，你为何要更名改姓，藏匿在雍大人府里面？你也算一代才子，竟说出如此昏话。你也知道，秦楚联姻之后，大秦的前朝后宫里风波不断，芈月几次死里逃生，好不容易熬过来，如今有王后做靠山，加上秦王的爱惜，受封八子，你要他怎样？我不要他怎样，我只要见他。见了又如何？见了就知道究竟。知道究竟又如何？知道究竟了，就会有机会。那样会害了你，也害了他，就为一探究竟。张子，难道你有保全我和月儿的其他法子？当然有。你离开咸阳，回楚国，我给你备下盘缠，或者你想去哪儿都行。我黄歇不远千里来到咸阳，我是不会弃月儿不管的，我一定要见到他。见，一定要见。身为男儿，为情至上，哪管他洪水滔天去害到别人，哪怕牵累到芈月公主都在所不惜，一定要见到她。我佩服。张子，多谢你的心意，在下告辞了。有心事？记得当初我曾发誓，只要找到杀害子歇的凶手，给子歇报了仇，我便离开秦宫。眼下也算报了仇了。此一时彼一时，如今大王这么看重你，你又何苦还说这些没由头的烦恼自己？或许是我当初说的那些话，子歇在天之灵都听到了。怎么会呢？姑姑，若是我说的那些话，子歇都听到了，又见我改了初衷，他会怪我吗？今日你从外面回来，就一直神不守舍的，究竟怎么了？今日在四方馆，我听到有人叫我月儿，那声音好像是子歇。你定是听岔了，黄公子已经过世好几年了。是呀，可那声音我听得真真切切的。那是因为你心里一直没有放下他，思则气结，久思伤脾，情志不舒，扰乱神明。其实只有你过得好，黄公子在那边才能放心啊。既然你惦记他，等开春了，我陪你去他的墓地看看他吧。今日我投的是道德家，我打赌赢的笃定是道德家。哎，有道理。我看啊，卢家要赢，自然我投了墨家。哎，
初一赢的是法家，一五三今日还是法家。哎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秦国眼下推崇的是商君之法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。哎，大家都不要猜了，今日各辩甲口才出众，言辞犀利，各家著述相当，依我看这输赢就只能凭运气了。哎，未必未必。在下莽撞，认错人了，抱歉。魏良人，米八子。魏良人近来可好？多谢八子惦记，上次向八子讨要了红枣汤的做法，回去吃了一阵子以后，果然立见奇效，夜夜睡得安稳。睡得安稳比什么都强。马上又是年末了，我想绣几个荷包当做打赏的物件。宫里针线除了繁长时就是芈月的好，繁长时整日病病殃殃的，也不便打扰，不知芈月是否有空闲，我好上门讨教。魏良人客气了，若是需要随时到会院来找我便是。多谢八子。魏夫人在前面等着你，你若不想见她，可以叫侍女回来的。该见的总是要见的，我还是去见见他。芈月先告辞了。魏夫人，芈月。这么冷的天，魏夫人一直站在这里，何苦要自己与自己过不去？天寒地冻并不打紧，八子若是不嫌弃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你们先回会院去，把魏良人要的绣花样子给找出来。是是。魏夫人，不要搞错了位分，怎么给我一个八子行此大礼？魏延苟延残喘，望八子能给我一条活路。宫中之事，全在大王一念之间，岂是我一个小小的八子能够左右的？八子虽是宫中新人，却有挪移乾坤的本领。我魏延虽得罪过人，但能恨死我的，你该是第一人。我当然恨你，倘若你是我，必定一样。告辞。如果我说义渠人伏击王后车队的事与我无干，你可相信？我信。你信？我曾经以为是你，我恨你入骨，我甚至为了报仇才贸然进宫。你下毒、挑拨、诬陷，设计害我骨肉兄弟，你所作所为毒辣阴损，却没有拖出一个后宫妇人的心计手段。收买义渠，动用大军，置整个宋驾车队于死地，破坏秦楚联姻，挑起征战。你没有这个能力和气魄，你要的是后宫的地位，儿子的太子之位。若秦国陷于内乱，四分五裂，对你来讲也是一损俱损。你只看得到眼前，却不擅长舍近求远，所以收买义渠人该是他人的谋略，而你只是魏国棋盘上一颗小小棋子。每一个出嫁女不都是母国的一颗棋子吗？那要看自己是否愿意了。无论怎么说，魏国的这盘棋是输了。魏长时他们用自己的性命替你还了债，大王看在公子华的份上，保全了你该有的，其余的你不该奢望。反过头想想，眼下的这一切
何曾不是因为你自己贪欲过多而受到的报应呢？这么说，你仍然不肯放过？我从未有意为难过你，从何谈起放不放过？对不起，魏夫人，就此别过。岁数大了，真是受不了这倒春寒呐、啊！一日下来，这浑身的骨节都是疼的。哎，使点劲儿。哦。这宫里的琐碎杂物，师父您用不着事必躬亲呢，让孩儿们去做就好了。你们能让我放心吗？不是手笨眼拙，就是脑筋糊涂。万一有个闪失出了差错，大王怪罪下来，看谁去顶罪。大监，碧香殿的彩屏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他来干什么呀？魏夫人眼下是墙倒众人推，师父您犯不上跟他纠缠，让他走吧。是。等等，宫里的风雨你们才见过多少？让他进来。是。你们都出去。是。大监。什么事儿啊？这是魏夫人孝敬大监的。无功不受禄，这是干什么呀？魏夫人说，受大监关照多年，这颗明珠只是略表心意。回去告诉你们夫人，夫人和我都是大王的人，侍奉大王，让大王高兴，这是我们的本分。既然我们都是大王的人，这互相照应也是应该的。嗯，东西是好东西，不收吧又怕你们夫人多心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夫人还希望大监有机会在大王面前替公子华和魏夫人多美言几句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夫人好自为之，用不着我美言，大王心中肯定有数。魏王用尽手段，令公孙衍弃秦就魏，大王心中一直闷闷不乐。最近听说公孙衍正在四处游说诸国，想联手伐秦，真是恩将仇报，让大王恨不得立即出兵讨伐。夫人，母亲说什么了？那大监收了明珠之后，说天色已晚，要休息了。他收了东西，不该如此。你爸从进门到出门，他说的每个字都说来给我听听。他说夫人和他都是大王的人，伺候好大王，让大王高兴是本分，彼此关照应当的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嗯，不对，一定还有。他还说他还说大王因公孙衍挂印出走，恨不得马上征讨魏国。奴婢只记得这些了。夫人，大监是说大王有意攻打魏国，那话大约就是这样。你下去吧。是。眼神。夫人，樊朝使来了。
见过魏夫人。樊昌时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姐姐该知道我一直在病着。是啊，是我们牵连了你。谁让你也是魏国的应女呢？夫人，我尽管病着，可是心里也还是惦记着姐姐的。那真是难为你了。姐姐这是在做什么呢？又是笔又是墨的。我在给大王上奏折。上奏折？嗯。可是大王连你的血书都不看，他怎么会……这封奏折大王会看。魏王十恶不赦，屡屡与我大秦为敌，臣妾恳请大王即刻出兵征讨魏国。你看，我愿意公子华阵前为将，当征讨先锋。夫人，你要公子华去征讨魏国？是啊，你这是……夫人，魏国可是夫人和我的母国呀。让自己的孩儿去征讨自己的母国，想必你是以为我疯了。但这是大王愿意看到的我的诚意。真正的血书不用割破手指头，你仔细看看，这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血，都是血。生死在